JavaScript 这个语言、哦、有标准函式库，它的标准函式库都是比较核心的，很常用很常用的东西，那但是通常不够。那它有 Node.js 呢，本身又补了一些函式库、哦、这些函式库可能跟伺服端比较有关的、哦、那也有些跟伺服端不见得有关，就是它也是类似标准函式库。那再来的话呢，Node.js 补了函式库之后，接下来呢，它有提供一个叫做 NPM 的套件管理员、啊、那这个套件管理员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布自己的函式库，所以你可以写一个函式库，然后把它发布到 Node.js 上面，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去用你的函式库、啊、那这怎么做呢、哦、这里就会讲、哦模组套件怎么写，那 NPM 怎么安装外部套件，然后怎么写一个 package.json 让人家可以来安装你的套件，或者是很容易的抓到你的套件解压缩就可以安装，或者是直接从 NPM 上面直接安装。那你也可以创建自己的套件，发布自己的套件，然后传到 GitHub 上面，然后再去发布之类的。Node.js 的 NPM 它会跟 Git 这些版本管理工具就直接连接。好，那另外你如果希望把套件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写 Node.js 的套件，但是写一写之后，我们是希望放在浏览器里面用。那现在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是使用 Browser 法，把你的 Node 写的套件直接网路化，浏览器化 ，OK。那这个 Browserify 是一个很简单的工具、哦、背后很复杂，使用很简单、啊、那所以这个待会我们会再介绍一下。然后大概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些。那首先来看一下标准函式库。好，那这边呢，其实我们有一本参考教科书、啊、是那个 JavaScript 的标准参考教程。那这一本其实后面的东西会很有用，那像这种标准函式库开始它就会很有用、啊、那这边就是标准函式库的内容。 JavaScript 的标准函式库很小，它只有这些而已、啊、各位看好像也不小，可是相对于其他语言真的很小、啊，如果你学的是 C++， 那个标准函式库实在是非常大，那而且其他语言更大，像 Python 的标准函式库几乎把大部分的常用模组都纳进来。可是 JavaScript 的标准函式库其实是很小，基本上是不太够。那第一个标准函式库其实它都是以物件的方式存在，所以 JavaScript 的标准函式库基本上就是标准物件库。那标准物件库里面有物件、object、array、阵列、boolean、boolean 其实应该也不算是一个物件，那只是它也有包装成物件。那这边请注意一件事哦，这个中国的用语都是对象，不是物件，他们的物件导向叫做面向对象，所以你不要看这个然后看不懂，物件导向叫做面向对象，那真的这个是用语习惯的就好。其实我看这个是看得很习惯，我已经看了20几年的大陆的书了，所以应该看起来都没有问题，那各位可能需要练习一下。好，那再来 number、就是数值、然后字串 string、mass 数学函式库、date、日期、regesp 这个很强大、很好用、很常用，但是很难学、叫做 regular expression 正规表达式。等一下我们要出一个习题、出什么习题呢？就是请你去把，比如说雅虎的首页啊，或 MSN 的首页啊，下载下来，然后写一个程式，把那个首页里面的所有超连结抽出来印在画面上。 OK， 这里就需要用到两个东西，第一个 Node.js 的档案函式库、你要能够读档，
第二个，你要用 regular expression、啊、如果你要自己写也可以啦，但是我是蛮建议用 regular expression、啊、用一行指令就把所有的超连结通通都抽出来、啊、那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那所以、用 regular expression， 然后呢去做任何的字串比对。 regular expression 就是做字串比对的、啊、就是正规表达式、哦、翻译成中文通常是正规表达式或正则表达式的。那这个东西只要你处理字串就非常常用。那处理字串大概是做网站和做很多什么、公司里面的很多程式里面最常用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是 JSON 对象， JSON 物件。那 JSON 物件就是它是把 JSON 这种格式，还记得 JSON 吗？就是 JavaScript 的 Object 的那种格式，物件的格式，然后呢把它存成字串，再把它载回来之后剖析，又变成物件，物件和字串之间转来转去，这是 JSON 物件的功能。那你可以进去看一下，可是你没有完全看懂没有关系哦，因为它有每一个物件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函数，比如说 object 里面有 keys、啊、有 get on property name、啊、这都是跟物件有关，因为物件的话是一个字典的东西嘛，所以它有 keys， 有那个名字和内容的部分，这个 keys 就名字，那 values 就内容。那 value of 啊 to string 啊，这就是把它转成字串或者是转为物件、啊、然后呢这里啊很多跟物件的属性啊之类的有关系的东西、啊、放在这里。好，那接下来呢控制对象的状态、啊、这个就比较少用，但是它是进阶的控制的时候使用。那大致上以这一个而言，你至少要知道 toString 函数，因为你把一个物件转成字串的时候会需要用到这个，而且你只要把这个函数给覆盖掉，比如说你在自己的物件里面定一个 toString， 那未来所有的 to 需要转字串的时候，它会自动呼叫你的 toString 函数、啊、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的有用。好，接下来是阵列。那阵列的话呢它有一些函数原本就是物件所有的 value of 啊 to string 啊，这些都是物件本来就所有已经有的，但它定义了一个阵列专用的 to string 和 value of。 那它有 push 和 pop， 这是之前很多同学在写那个阵列的题目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把东西丢到阵列里面。那这个 push 和 pop， push 是推到最后，推到阵列的最后一个， pop 是把最后那个再拉出来、啊、那这个是资料结构很常用的一种方法、哦、那只有 push 和 pop 的这种资料结构叫做堆叠，它不一定要用阵列做。那接下来是 join 和 concat。 那 join 就是把阵列接成一个字串，你可以指定说我用底线来接，那它就全部都用底线来接成一个字串，你可以用逗号接，它就用逗号接成一个字串。Concat 是连接、啊、那这里你可以进去看它的内容、啊、另外 Shift 和 Unshift、啊、这个刚刚这个是从尾端去加和取，对不对、啊、那这个 Shift 是从前端去加和取、啊、这样就可以了解了、啊、从前端去加和取。Reverse 是把整个阵列反过来， Slice 是对阵列做取出的动作，取出一部分然后切掉、啊、Splice 这些。那 Sort 是对阵列做排序。那另外还有像 Filter、 Sum、 Every、 Reduce、 Reduce Right、 Index， 这都是阵列的操作。 Filter 就过滤掉一些东西， Sum 就是检查是不是有一些、啊，Every 是检查每一个都是， Reduce 的话呢就是、欸、这个我没有用过， Index of 就是找其中某一个
东西的位置在哪里，其中一个东西的位置在哪里。那 reduce 是什么，你就可以点进去看，他说依序助力每个数组，哦，对啊，那这个就是你看 ,1,2,3,4,5 reduce 之后，然后 s 加 y, 它是第一个加第二个，然后再用结果再去加第三个，再用结果再去加第四个，这样 reduce, 那最后结果就是1加2加3加4加5就15。OK, 这是 reduce 的功。好，那这是有关阵列哦。那我们这样看的话，各位一定会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对。这时候就请你打开你的开发人员工具了。那这就很有用啊，你看我们刚刚搞不清楚怎么用嘛，对不对？那我就 S 等于1,2,3 哦，有点太小，对不对？那这样子放大了那一个画面，没有放大下面。好，这个能放大吗？好像没有看到放大啊，不行。好，那没关系，就这样。那我把它，有些同学我看他好像看不到哦。那为了这样，我把它放在这边好，好吧，这样比较容易看到，因为太下面看不到。S 等于 1,2,3 对不对？那 S 点 push。是好。传回是，那 S 是什么 ?1,2,3,4。OK。S 点 pop。又传回是，那 S 变什么 ?1,2,3。这样应该很清楚，不需要 pop 了。接下来 ,S 点 shift。shift 呢对。好 ,1,S。这样应该清楚了吧，它从前面拉 ,S 点 unshift, 然后呢 ,1,OK, 这样知道这些函数的用法齁，接下来 S 点 join, 用这个符号接点一减二减三，如果我用逗点接咧，一逗二逗三，对吧？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使用这种方式，然后来用这种方式来测试每一个函数我到底会不会用。好，这样清楚了。好，接下来呢放大一点。好，再回到部件这边啊，另外有布林，那布林其实应该就不需要用什么物件了啊，只是如果你用物件的话也可以啊，那用物件的话它会有一些可以覆盖掉一些函数啊，那这个比较超小的一个物件，没什么用啊。接下来是 number 啊 ，number 就是数值啊。那数值里面有这个东西还蛮常用的 ，to face 啊，你一个浮点数，我可以把它，比如说你输出的时候常常说哦一大串，1.2,3,4,5,6,7,8,9，那个点很多对不对？点后面很多，不要那么长，怎么办？用 to face 的啊就可以转小一点。我们弄个例子，在 high 等于多少？ 3.14159 有人能背下面吗？140吗？我不知道啦，随便。好，假如 high 是这样，那我就硬 high 就这样，对不对？那每次硬 high， 譬如说我今天去打 console.log high，然后呢它就印出这么长。那假设啦齁，我再弄长一点。好，假设拍是这样，我不知道啦齁。那如果拍是这样的话，那我每次 console.log 拍是不是印很长，喂没有完全印出来，对不对？那因为它就印这么长啦，就没有完全印出来，它预设就印这么长。那可是这样看起来很讨厌，对不对？有时候如果你不想要那么精确的话，就看起来很讨厌，你就这样子，high 点 to list，
然后呢，两位就 3.14。OK， 而且是字串、哦、他把它转成字串，而且取精确位数到两位。如果你取三位，就 to face 三，啊，3.142啊，自动四舍五入。OK， 好，那另外这个 to exponential、哦、那你就看 to exponential。有啊，它变成科学记号，三 ，OK 啦，好、哦，变成科学记号。那 to precision 这个我好像不太有用过，试试看。precision 五嘞，3.1416，啊，怎么感觉跟 to face 很像？好，哦 ，precision 是总共五位啊，这 face 的是小数以下两位 ，precision 可能是总共几位的意思。Precision 一、二、三，有没有？四、五，没错，总共五位。好 ，OK。那这个是指定有效位数。好，那这就是 number 这个物件啊，比较常用的东西。接下来呢是 string 物件 ，string 物件接下来就蛮重要的，因为你字串的操作非常常用。那 string 有 length 之类的，所以你可以看 abc 点 length， 我这个直接拿来剪贴啊，三啊，那当然这个是它的例子啊，我比如说我写 s 等于 hello world， 好，那 s 点 length 就12，你可以算算看是不是12个字啊。那你可以说 char at 三 l， 对，因为 hell 这个 l 是后面那个第二个 l。嗯，它 length 是12，只有四个字吗？十个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没错啊。好、哦，加这个惊叹号，加这个空白哦。OK， 好、哦、啊，那个不管什么符号都算哦，不能因为它空白而不算，或惊叹号而不算。好，好，所以 s 点 char at 就是那个 l。那 char code at 是什么呢？就是取出它的 ASCII code 嘛。哦，应该不是 ASCII code，Unicode 嘛。哦。char code at 三，那就108就是 L 的那个代码。好，那这后面还有像 concat 啊，你 abc 和这个 concat 之后就变 abcde， OK， 好，那你可以一次接很多个，那就 a 接 b 接 c 啊 abc， 那。这边、哦、控制串去 concat， 不只可以接字串哦，连那个数字也可以乱接、哦、因为它就等于是加嘛，就等于是那个加号的功能、哦、那你也可以用这样、哦、那我是常用这样，比较少用这个。不过偶尔如果你是整个阵列传进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接起来，可以。那 substring 就取出子字串，像。这个 a 点 substring 49，那4你就01234，应该是从 t 开始啊。然后呢，9总共一直取到9啊，这边4嘛，56789。可是问题是，它不会取9哦，9不算。最后这个就是49是指4到8，哦，不包含9 ，OK， 小于9，4到小于9的部分是 THRE 啊。那如果是94，这里不管你正写反写，他都认得，反正他就取大的当尾端，小的当前端，这很怪，但是他就是这样做。好，那 substr 呢，就有一点不一样，他第二个参数是长度，我比较喜欢用这个，因为那个尾巴不算的，我觉得很怪。那所以我比较喜欢用这个，就从4开始取9个字母 ，OK， 或从9开始取4个字母，哦、嗯，这比较容易记。那接下来是 slice 啊
slice 这个是你看 slice 49、那就是一样切出来、把这个东西切出来、好，那第二个参数是指示串的结束位置、但是它和 substring 不同的地方是第一个参数大于第二个参数它不会自动调换，这比较好一点，所以用 slice 可能会好一点、好，那接下来咧、第二个参数的意义 substring、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的 substring 呢它可以用负，当你用负的时候呢代表说它要取尾部，这里看一下，是 HELLO， 等一下，这里如果参数为负，对于 slice 的方法表示字符位置从尾部开始计算，字符位置从尾部开始计算，所以为什么这是 HELL 看得出来吗？从尾部开始计算，也就是说这边是 4， 对不对？那4是不是01234 4应该在这里，对不对？好，往前算，怪怪的，好，我们来测试一下，我还是觉得怪怪的。那这个负三是 LD， 这个就没错啊、这个 SUBSDR 我比较看得懂它的一个方法，这个我觉得实在是有点怪。好，从四负三，这个看不懂。这个呢 ，OK， 这个从尾端取三个字母，这个比较容易看。这个呢，从四开始，又负三，负数出现在第二个参数将被转为零，所以这个也不能用负的。那这个可以用负的，但是这个负的意义稍微看一下。来，我们看一下 S。Hello world， 对不对 ？S 点 ，substring 负三，还是 Hello world， 对不对？那这个如果是五负三呢 ？Hello， 五负三为什么是 Hello？ 从五取到负三，前面取五个，对啊，那负三怎么算？一直取到负三，转为零。是哦，负数会转为零。哦，负数转为零，那五零，那就是五零，没错。好，这真奇怪哈。好，没错，那它是这样设计的，那就是相当于五零嘛。对啊。哈哈，这个设计我觉得怪怪的。为什么前面那个只有负三的全部？为什么全？面只有负三的，就相当于不写零。不写。不写零。哦。Substring。哦。OK， 这很怪，这很怪，我看不懂他这个设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历史遗迹，你知道吧？为什么会有历史遗迹出现呢？就是因为 JavaScript 从1995年就有了，当时设计的时候是那个Netscape 这家浏览器 的第一个很好的浏览器的公司，然后他找了一个程式语言专家说，你十天之内把我搞出一个语言，然后呢那个人就哇几天就搞出了一个语言，然后呢他就随便引用了一些函数库啊，那时候所放进浏览器的呢那些函数，之前有人用啊，你不能把它拿掉，你拿掉之前那些程式就不能运作了、所以就一直遗留到现在，所以它里面还是有一些怪怪的函数库、这是这个原因、那这代表说其实这个语言是有历史包袱的，所以你看到 JavaScript 里面会有很多怪怪的东西、那很多都是历史包袱 OK、那你不见得一定要把那些怪怪的东西都学起来、你只要会用你的标准模式去写这个语言就好、不要觉得说有一些东西我不会用就觉得很奇怪，其实那是正常的，我一大堆不会用还不是写得很快乐、所以这没什么、好，
好，那 index of 就是找出这个子字串在这个整个大字串里面的位置、哦、那像这个是4、哦、那 last index of 是从尾端开始数往前找、哦、那这些都很常用。 trim 的话把空格给去掉，把空格给去掉。那 to lowercase to uppercase 转大小写， lower 转小写， upper 转大写。 local compare 这个我就没用过了， local compare 比较两个字符串，如果小于0代表哦，小于等于大于的意思，小于0的话代表小于、哦、等于0代表等于，然后大于0代表就是大于、哦、就是它会做一个比较，成为负一零一啊、哦。然后接下来搜索和替换，这个就用到正规表达式了、哦、所以待会我们会再讲。不过我们先看一些简单的啊、哦。matches c a t b a t s a t f a t， 结果 match a t 的话呢，然后第一个 match 完之后是 a t 的阵列 ，OK。好像蛮合理的，对 ，AT 的阵列 ，matches 点 index 是一，然后 matches 点 input 就是原本这个字串，所以它会记住原本的字串，然后 index 是一，为什么？因为这个01嘛，啊，从底到一这个位置，那 search 就是搜寻 AT 所在的位置，那就直接传为一。或者是直接传为负一，如果找不到就传为负一。replace 呢，就是可以把某个字串换成另外一个，就是说 A 换成 replace 成 B， 那它会把第一个换成 B， OK。split 就是把一个字串透过某种字元来做分割，split 用这个就变 ABC 的阵列，好，然后呢？split 如果不写，那就没有用，不会 split。如果这样子，有两个，那它会把中间这个变成空字串传回来。好，然后呢，这个颜色这样子配有点不好看哈。这一个，好，接下来。这个 split 当然也是 OK， 有很多 split。好，那这里 split 从接受第二个参数返回数组的最大成元数 OK， 所以它 split 完之后，那个阵列会变成后面这个参数的大小，后面会解掉。那这是 split。好，这是字串哈。接下来是数学。这个数学就很常用了，你非得要用它，你不用它的话你得要自己写就很麻烦。数学 round 是什么？ round 不是圆的哦，错，是四舍五入，四舍五入。ABS 不是那个防锁死刹车系统，它是绝对值。那 max 取大值， min 取小值， floor 地板函数。什么叫地板函数？就是 3.14 的话取地板就是3。 OK， ceil 天花板函数 3.14 取 ceil 就是4。 OK， how 就是次方哦。那 sqrt 开根号 log 取对数，对，这是自然对数、哦、esp 取一的 x 次方，一的 x 次方。那 random 乱数取乱数，接下来一堆三角函数 sin、cosine、tangent、secant、secant， 还有那个双曲三角函数 tangent h、sin h 的那种东西。好，那这些就是数学函数库的主要内容。那你可以稍微用一下，比如说 math， 我们要先使用这一个物件哈。how 是取次方，对不对？2的3次方多少？八，对不对？哎，你只能用二吧？二点二嘞？可以啊，
再来，你不要以为它这边不能用小数哦， 2.2 的 3.3 次方可以啊，嗯，所以不要以为它只能够用实数，因为这个函数其实你要用能用实数之后，你在那个微积分啊之类的那种领域才可以用，它扩大到整个实函数里面才可以用。好，那所以这些都很好用，比如说我现在取 S 等于12345，好，那mean 没有 mean 啊，这里没有 mean， 这就是它系统函数库不足的地方。嗯，哦，我错了，不能这样写，应该是直接写12345，这样才对。哦 ，mean 是一，对不对 ？OK， 好，那 mean max 嘞？max 是5，好，再来咧，ABS 应该只能输入一个值吧，我在想 ABS 应该不能输入整个值，他会把第一个当成，那后面的就直接不管，那 ABS 负1当然就是1啊， OK， 负11那就是11，好， OK， 那这是有关于这个数学函数库的，所以千万要记住哦，就是浮点数都可以，有小数点的都是可以用哦，不要以为它只能够放在整数上面、哦、好，接下来是日期，你如果要建立一个日期比较常使用的，像我们之前用小时钟的时候有用过这个，对不对？ date.now 就是从这里出来，因为你要取得现在时间嘛，你就要用 now， date 点 pass 就是去把一个字串转成日期， date 点 utc 这是标准的时间，那有 to get set 这个比较少用，先直接看 date， 好， date 20001，这就是2000年1，哎呦，这不是2000年1月1号，这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变成 2015？ 我试试看啊 ，date， 它是取得现在时间嘛，对不对？现在时间是2016年，3月23吗？对，好，那这是 date， 那为什么200011它也会传回现在？是他弄错了还是我弄错了？哎，没错哎，他还是传回现在，这有点怪啊。当前哦，所以他根本忽略这些参数嘛，那他这样子故意引导我们进入错误的方式，不能这样呼叫，这是错的。基本上他全部都不能用参数，你有用参数跟没用参数的结果是一样的。这就是一个陷阱啊。那 JavaScript 有很多这种陷阱，怪怪的啊，跟 C 语言一样。那 today 等于 new date， 那就是现在时间啊。today 点 to stream 就变这样。那 new date millisecond 它可以传一个微秒进去。那通常我们是用1970年1月1号作为电脑的起始时间，这很奇怪，对不对？不过当初就是这样设计的哦。好，那所以你传一个这个数字给他，他会告诉你这个数字对应的是什么时候。好，那这都 date， 你也可以这样子传进去，然后他会 pass， OK， 那这些都可以，这些格式都可以。好，那这些2014年1月1号，没错，这是1月1号。好，那 date 有很多种格式，这有点多了，你有空的时候稍微看一下。date 点 now 就取得现在时间。date 点 pass 就是把它
格式处理一下。那这个在刚刚的 new 里面都有了。date.utc 这世界标准时间，好，那它会传回一个数字，是从1970年1月1号开始的毫秒数哦，请注意毫秒，也就是精确到千分之一秒的那个毫秒数。好，那这些是 date 的例子。好，还可以传回 JSON。 OK， 好，好，那这里面就可以 get 一系列的方式，你只要取时间就取时间，取日期就取日期，取星期几就 get day， 取年或取完整的年，取年的话是两位数、啊、取完整的年就是四位数的。那取年可能也会是三位数，因为现在2000了。那取月，取时小时，取毫秒，取分，取秒，取时差，时区的差异。OK， 好，那这很多函数。那各位为什么要先看过这个？以我们的领域而言，它跟很多其他领域不太一样。其他领域很多是，比如说像物理啊，我就只要往这边一直钻研，然后就 OK。数学也是啊。那可是我们领域是一个广度的领域，资讯科学是一个广度的领域。你很多东西你要先看过之后，你脑袋里面有个印象，但是你没有记起来没有关系。那等到有一天你要用的时候，你知道哪里有，你就去那边找就好。所以这个东西你最好通通看过一遍，好。那你没有记住没关系，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跟各位说，你要学习把程式的书拿来当金庸小说看，就是这个原因。你只有透过把程式的书拿来当金庸小说看之后，你的那个广度才会出来，你才知道说我接下来要去哪里找东西。OK， 好，那这些都是给各位把它当金庸小说看的结果。你就看到我们刚刚看到现在，其实也没有花多少时间啦齁。那整个函数库看完大概花个一个小时就把整个 JavaScript 的标准函数库就可以看完。所以不会很久齁。好，来再来看正规表达式齁，这个超好用齁。等一下我们请各位抽超连结齁。抽雅虎或MSN 的超连结，那你就应该用这个去做。如果你不用这个去做，保证你写死，你都抽不出来。那这个怎么用呢？来看一下，正规表达式，这是什么？代表 SYZ 这个字串 ，OK。但是请注意，它用斜线，斜线代表正规表达式，不是除号。这个是正规表达式的起始和结束字元。那你也可以用 RIGSP， 但是这比较麻烦，通常我们用斜线。那这里呢加上一个 I 哦，就代表说大小写不管，小写的也可以比对到大写的。然后它这边 G 代表整个字串从头到尾要比一遍。M 的话代表多行模式，也就是说它正规表达式通常只会比到换行字元就不比，但如果你希望整个比的话要用多行模式，就等一下要用到。好， OK， 那这个就是在设定它这一个正规表达式的是不是要不管大小写，是不是 全部比对，是不是多行模式。好，所以用 IGM 就全部都就是不管大小写全部比对，而且多行模式。那 test 你就可以测试看看哦，就是这个正规表达式有没有办法比对到这个字串里面的某部分，如果有的话就会传回 true， 所以这是 test。 然后呢如果有 G 修饰符的话，那它会全部比对一次哦，所以每一次 test 都从上一次结束的位置开始比对，它可以连续
那这个是 test， 有没有？你 test 之后看 last in days， 那这里呢？哎，你看这样比，跟它比，一开始是零 ，last in days 是零，比完之后会发现它 last in days 变成二了。为什么？因为刚刚比到这里，所以已经那个 last in days 已经跑到它后面。OK， 好，那同样的，这样可以 连比好几次。接下来呢，是你可以自己设定 last in days 来要求它从哪里开始搜索，然后 ESEC 啊，这个很常用，就是去比对，但是跟刚刚的 test 不一样 ，test 只是传回 true 或 false， 那 ESEC 是传回比对到的东西 ，OK。所以我如果今天这样去比哦，用 R1 去比这个，那它会比对到 S， OK。如果我用 R2 这个 Y 去比，那它就比不到，就 null， OK。好，那接下来呢，这里就要仔细小心看了。请问这个要比什么？这个要比什么？看得出来吗？大一点，这个要比什么 ？A B 加 A 加代表一次或一次以上，所以这个会比 A B A A B B A A B B B A 啊，就是会这样比，所以 B 加就代表一次以上。如果是 B 乘呢，星号呢，代表零次以上。所以如果是 AB 乘 A 的话，那它会是 AA 也可以 ,ABA 也可以。OK， 那这里就有开始可以感觉到正规表达式的威力。那这个一样跟刚刚很类似的东西。接下来是你可以这样子一直去比，用 ESEC 一直去比，那它会从上次比到的位置开始。一直比下来，好，那接下来我们先不休息哦。好，接下来呢，ESEC 这个你它比完之后的那个是一个物件，如果你取出它的索引值，就是目前比到哪里。那接下来看一下。它跟字串之间，字串本身就可以用来比正规表达式，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我用这个字串来比正规表达式 R1， 那它就会比到S， 因为字串是底线 S 底线 S， 跟 R1 比会比到 S。如果跟 R2 比，因为没有 Y， 所以就会传回 null。那这边呢，你如果用 AG 这代表全部都要比，全部都要比一遍的结果会是怎样呢？用 S 去比对这一个，它会变成因为有两个 A， 所以取得两个 A。OK， 加上 G 参数就会取得所有的比对到的样式结果。好，那用 ESEC。用 G 的话就一样会是倒过来，字串 match 正规表达式，正规表达式 ESEC 字串，两个是倒过来的。那 search 就是返回第一个满足条件匹配在整个字串中的位置，这个是找位置。 OK， search。还有刚刚有看到 test search 还有 match ESEC， OK。 接下来 replace 这个更好用，这个一次把所有你想要取代的东西全部取代掉，譬如说 AAA replace AB， 那它会
这里没有加 G 参数，所以它会把那个第一个 A 转成 B， 所以变成 BAA。 那接下来如果 AAA 呢 replace 这个也是一样 BAA， 如果 AA replace 这个加上 G 的话就变 BBB 了。 OK， 那这边消除字尾首尾的两端空格，这也是一个办法。这里开始越来越复杂了。这个上箭号代表头，字串头，前字号代表字串尾。那它要比的是从头开始，斜线 S 代表空格符号，空格符号不一定只是空格，还有换行，还有跳格。斜线就是跳格 T 啊，斜线 T 啊，那些都是属于空格符号。那他现在把从头开始的空格符号和结束部分的空格符号全部 replace 成空的，那就是头尾的空格符号去掉，所以这一段和这一段都会被去掉。你会看到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种类似很恶心的昆虫的符号，但是呢，你后来会发现这些很恶心的昆虫其实是很有用。好，接下来呢，你看 Hello World replace 这样之后变成 Word Hello， 为什么？这里代表去比对到的第二个，这里代表比对到的第一个。那比对到的第二个和第一个，第二个填在这里，第一个填在这里啊，第一个是这个啊，第二个是这个，所以刚好会反过来。那 ABC replace 这个东西呢，会变成 replace B 变成这个东西，那它就会变成 A B C。 哦，这个用的厉害了。这里呢，你看这一个代表应该是他前面比对到的那个 OK， 然后这个呢代表目前比对到的那个，这个代表后面比对到的那个这两个符号我真的还没用过，这个什么 AND 但是确实可以这样用。那3 AND 5把它 replace 0到9G， 然后呢变成两倍的乘以 match， 结果变成6 AND 10。哇，这个厉害了，我没有这样用过，这个好奇怪的用法，但是确实还是可以这样用，直接把3 AND 5变成6 AND 10，真神奇啊。那再来这一个字串呢被这个样式来比对，Quick Brown Zazy 去比对完，而且用什么呢？用 I 忽视大小写 ，G 权力的方式，然后呢把它转成大写啊，结果就变成 Quick Brown 和 Lazy 通通都变大写，好，这超强。我对正规表达式其实还没有念到这么熟。他把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都抓出来用。好，接下来呢你要帮他加上那个某个名字改成他的价格。然后你就看到Template 是长这个样子，这是模板。Template， 这里放网页模块字符串，这只是示意而已，他要放一大串网页的内容进来。接下来呢直接把它取代掉，把 spawn 这个东西取代掉。然后取代成什么呢？这是第一块，这是第二块，第三块，第四块。所以这后面的1234就是指这四块。好，用圆括号刮起来的这四块。然后呢它 return 123加 price to，也就是第二个是价格，第二个这里是真正的价格，然后再加4，
OK， 那他就可以直接把那个某个东西的 HTML 加上价格的属性，大概是像这样。好 ，OK， 那这个 split 刚讲过是用来做分割的，对不对？那如果只是用字串做分割的话，是简单的，但是它分割的里面可以用正规表达式。分割里面用正规表达式的结果，你看这里是逗点、空格和星号，我都要拿来分，所以只要有这几个符号，都通通都可以被分哈。那这边逗点、空格和星号，哎，不对哦，这里不是逗点、空格和星号，这不是，这里我要加上中括号才是指逗点、空格和星号，这里指的是逗点后面接一个空格。空格呢可以有零个以上，怪怪啦，逗点后面接空格，也就是这种东西拿来当区分，逗点后面不接空格，因为是星号，所以零个也算，所以也拿来分，逗点后面接一个空格、两个空格、三个空格、五个空格，通通都一样可以拿来分，所以这里是逗点、空格、星号的方式。那 split 2就是 最多只分出两个。那这边你看用 A 星号来分，哇，这就有点为难了。 A 星号来分，哦，这个会分出一个，这个又会分出一个。好，那问题是这个星号代表，不对不对不对，这个星号跟那个星号无关，哦，这是 A 星号代表说 A 出现零次或以上。好，所以呢它会分成这样，没错，因为星号才不是它比对的东西， 这有点误导，不过它就是故意让你觉得把这种很怪 的地方提出来。好，所以用这样去分会分出这个结果，就是因为这个 A 星号代表 A 出现零次以上。好，所以你可以这样去分，匹配 test， 然后位置，这正规表达式很多，所以后面问号代表零次或一次，不包含一次以上，问号只代表零次或一次，加号代表一次或多次，星号代表零次或多次，接下来还有所谓的贪婪模式，这个 match 如果加上问号就是采用非贪婪模式，一般来讲贪婪模式就是我比对的越长越好，非贪婪模式就是我比对的越短越好。好， OK， 这样清楚。字符类，这个加上中括号就代表说这中间的字元其中出现一任何一个就算比对到，加上中括号，这正规表达式。其实正规表达式可以写一整本书，前面再加上这个上箭号，代表说这里面的我都不要。OK， 这可以写一整本书的，有你去看呢 ，O'Reilly 有专门出正规表达式的书，但是我们应该不需要看你完一整本书才可以写，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在电脑里面，你只要会了，看懂一两个例子，拿来模仿就可以了。接下来你看 ，yes 这个代表什么啊？逗点，逗点代表任意字元，任意字元。那逗点星号就代表任意字元出现任意次，对，零次以上，任意字元出现任意次。那这个。天哪，这个代表什么字元都不算，那跟这个是很像。第二个包含一切字符，哦，这个真正包含一切字符，连字号，这里 A 到 Z 这不对，这
中括号变A 到 Z 才是代表说从 A 到 Z 的字元都算。好，0到9就代表只比对数字。0到9 A 到 F A 到 F 就是只比对16进位的数字。对 ,OK。A 到 Z, A 到 Z, 0到 9, 然后减。这代表我们要比对的是英文字母、数字或者是减号。1到31只代表1到 3, 因为是这样看的 ,1 到 3, 然后后面又跟了一个 1, 那这个1已经算过了不再算。所以不要乱误会齁，这里很容易写出一些有陷阱的正规表达式。那如果你想要比对 Unicode 的范围，可以加上斜线 U, 再写 Unicode 的号码范围。OK, 那可能很多同学还不知道什么叫 Unicode。好，那接下来1加1 test, 1加 1, 这不对哦，因为1加是代表1出现一次以上。所以这根本就不是在比对 这种字串。所以一然后斜线加的话，因为加已经被拿去用，拿去做那个一次以上用，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比对加，就要用斜线加。OK, 好，那这个都是一样，只是它用不是用斜线来刮住正规表达式，而是用物件的方式。那再来I 修饰符齁，这些忽视大小写全域比对。那这个 M 修饰符多行模式。预定义模式。斜线 D 代表0到9的字母。斜线大写 D 代表不要0到 9, 其他都可以。斜线 W 代表那个可以当变数名称的那种东西的字母级。斜线大写 W 代表除了可以当变数名称字母级以外的那些东西。斜线 S 代表 空白字元，包含跳格换行。那斜线大写 S 就代表非空白字元。斜线 B 代表词的边界。斜线大写 B 代表词的内部。好，所以你可以看这样子去比对，每一个都有它的用途。就这里你可以用斜线大写 S 斜线小写 S 加中括号代表一切字，对，因为不是空白我都要，那就是一切字。那为什么不用点？因为点其实好像会被换行干扰。好，接下来正则表达式特殊字。这里匹配换行键，匹配跳格键。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换行键，换行斜线拿斜线的两种。这个是跳格键。这个是垂直跳格键，这个是换页键，零字符，16进位的编码写法 ，Unicode 的编码写法。好 ，OK， 所以有很多。后面呢，就不再一个一个看，稍微还是看一下。最后你抓出来的东西，抓出来的东西呢，会变成一群一群的，只要是用圆括号刮起来就是一群。所以你 ABCABC 这样比的话，就会比到，ABCABC match G， 等一下，为什么会是两个 ABC 咧？应该是 AB， 然后对对对，没错，因为这个是随便，然后中间有个 B 再随便，所以没错 ABCABC、然后这些
OK，Y 开头的，然后，哦，这个故意考大家，算了，这个太奇怪了，我先跳过。好，太奇怪了，先跳过。那这个捕获组 ，OK， 问号 X， 看一下，问号点，好，然后点，这会比对到什么 ？A、B、C 和 C， 为什么呢？这个代表非捕获组，表示不返回该组匹配内容，该匹配结果中不记录这个括号。看不懂，这个什么叫非捕获组？我现在还搞不清楚。假如匹配 FOO 或者 FOOFOO， 那就应该写这样哦。这一到二代表出现一次或两次哦，一次到两次的。那这个变非捕获组就是不会单独输出括号内部的内容，和前一个是一样，和这一个是一样的，但是不输出哦，但是不输出啦。所以这一个去 match 的话呢，这个不输出。那干嘛写？应该说不搜寻。嗯，不搜寻吗？就直接把前面拔起来。好，那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那这个是 C， 我知道，它比对到这里。啊，这个呢，为什么会有 A、B、C 跑出来？怪怪的，我还是没有完全看懂。好，这个是什么叫非捕获组？我到目前还不知道，待会试试看。M A B C C， 哦，我大概知道了。嗯，可是他最后还是印出来了。哦，他没印，对，没错没错。来，那如果这样呢？这个非捕获组的这个拿掉会怎样？对，所以刚刚那个没印，没错，就是那一块没印，懂吗？懂了哈，就是本来应该有 A 的，但是他说我这个 A 虽然要捕获，但是我不要印出来，哦，不要放在结果里面，好，这很怪很怪哈。好，那这个东西就可以用来比对什么呢？比对超连结，这个等一下各位就要用哦，这个等一下各位就要用比对超连结哈。然后这个呢？比对超连结，等一下如果你想不出来怎么写比对超连结，你就来这边看好吗？很有点复杂啊。第一个是说前面是要 HTTP 或 FTP， OK， 然后要两点，接下来要斜线，问题是斜线已经被用掉了，所以要用一个反斜线再斜线，好吧，那所以这代表什么？两个斜线，就两点两个斜线，就是这个东西，欸，这个东西有没有？这，好，我把它放这里，有没有？这就是两点两个斜线，有没有？就现在在抓这个东西啊，两点两个斜线。接下来呢，他说这个不要什么？不要这些都不能匹配啊。然后除此之外都要，好，所以只有斜线，斜线和换行字元不要，其他都要。这斜线 R 和斜线 N 都是换行字元。那接下来呢，就比对到斜线，接下来又斜线 R 和斜线 N 这些不要，然后问号代表一次，零次或一次，
这个呢，星号代表零次以上，看懂了吗？所以它可以比对这个东西，而且比对完之后，它还分群，把这一群抓出来，再把这一群抓出来，再把这一群每一个抓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会有这个，然后 HTTP 抓出来了 ，Google.com 抓出来了，斜线要抓出来。好，那我们做试一次啊，试一次，这个稍微复杂了一点点，来做一次哦，因为待会会用到。首先 URL 是这样，对不对？然后 URL.esec， 然后哦，我打错了 ，esec 我打成 esed。好，这样看起来没错，但是如果后面加，有没有看到？它其实是分成三部分，看得出来吗？啊，协定部分、网站部分跟路径部分，三个部分一行取出来，是不是够强大？你自己写程式，你去取这个试试看。首先 ，for 一圈，然后呢要两点，然后要斜线，然后你会写死。OK， 好。好，所以这个非常有用，非常有用。这个是字串处理的利器啊，正规表达式。现在几乎所有的语言都一定有配正规表达式哦，没有配正规表达式的语言，通常已经不能存活了。好，接下来再看这个有什么先行断言啊？这个我也没看过哈。先行断言用问号等于，然后呢比到 B， OK， 就说这个 C 前面一定要有个B 后面一定要有个 C， 还是 C 前面一定要有个 B 呢？不知道，但是最后呢括号里面是不会返回的，所以又忽略掉它，因为 B 在 C 前面所以被匹配，所以这个如果没有 C 的话就不会被匹配啊，试试看。好，这个是 B 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今天呢 ,ABD 呢它就不会匹配了。No, OK, 好，所以没错。好，接下来这个。先行断言，这个 Jack Sprat 去比对 Jack Forest， 或 Forest， OK， 这样 True。还有先行否定断言，天哪、啊！再加上 Not， 这个真的太怪了，我真的没比过。但是他说数字对不对？斜线第一是数字，出现一个数字以上，然后呢？接下来呢？先行否定，这到底是否定什么？否定点吗？哦，还数字前面有点先行 ，S 只有不在 Y 前面的时候才会匹配。哦，了解。本来这个东西应该会匹配到 3.14 的3的，但是他不要，他只要小数部分，所以他用一个这个，只要小数部分，看起来觉得怪怪的。好，看看，要匹配后面跟的不是百分号的数字，就用这个后面不是跟百分号的，那这个。要匹配后面不是跟逗点哦，后面不是跟逗点，对，所以这个3不符合，因为它后面跟着逗点。那14符合，因为它后面没跟逗点，所以这是先行否定断言啊。
这个正规表达式有点神奇、啊、不过超好用，非常非常好用，一定要用、啊啊、好，这个就是后面不跟 C 啦，后面不跟 C， 那 ABD 确实不跟 C， 但是如果 ABC 的话就不行，所以这个拿来测试一下，这个 ABD 后面不跟 C， 所以是对的，但是如果 ABC 的话呢，就不会匹配到任何东西，先行否定断言。好 ，OK， 看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正规表达式，最后看 Jason 啊 ，Jason， 你可以把一个自算变成物件，或物件变成自算，像这样的东西、啊、如果你存在档案里面变成一个自算，再把它读进来的时候，就可以用 Jason 点 pass。那你可以用 JSON 点 stringify 把它转成字串，所以 JSON 点 stringify 这个会变成一字串 false 啊，好括号，好，外面有加字串符号，你注意，所以它是个字串。那 JSON 点 stringify 这个就会变成这样，请注意它的 name 会加上字串符号，否则。在标准化的时候会必须要强制加上字串符号。然后呢 ,json 点 stringify, 啊还可以加这个东西哦，函数或 SML 对象，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好，这个现在才知道哦。好 ,stringify, 正则表达式不会被出来。这个通通都不理，我们只要会简单的就够了。JSON 点 pass 会把一个东西又再转回成物件，比如说这个东西就转回这个阵列、嗯、pass 就转回来。那这个东西 pass 之后呢，又转回 JavaScript 的物件，所以 JSON 就是 JavaScript 用来跟把 JavaScript 物件转成字串的时候用。好，这叫 JSON。好。OK， 好，讲完了，出一题习题，请你现在做这件事情。好，这个是 MSN， 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它的原始码。哇，超复杂，里面有一堆连结，对不对 ？SRC。哇，太复杂了，算了，我们用本校网页。好，用本校网页看看。本校网页的原始码如何 ？OK， 那就用本校网页好，看起来比较顺一点、啊、不会太复杂。好，那就用本校网页，然后呢，把本校网页另存新档，然后。放在你可以存取到的、容易存取到的地方、啊、然后这边呢，我就建一个资料夹好了。建一个资料夹，新增资料夹，叫做REGESP 的资料夹。好，那我把它存进去，这个储存成 nqu.html。存起来。好，那这样子我们的刚刚那边应该有一个 nqu.html 在桌面的我的这里的、REGESP 里面有一个 nqu.html， 你把它打开、你应该会看到这个内容，对不对？好，现在请你写一个程式，把这里面的所有超连结通通都抽出来。你可以有很多种抽法，第一种，你去比对 href 后面的内容，一直到引号，这比较简单。另外一个是你去比对 http， 但是比对 http 的话呢，
会抽到的东西就不包含本地连结，因为本地连结前面不会加 HTTP。OK， 所以你可以用各种抽法，只要你能够把超连结抽出来。好，现在问题来了，怎么读档？各位还记得怎么读档吗？好，那忘记稍微复习一下，怎么读档？在 Node.js 的系统函式库，这是 Node.js 的系统函式库里面，有一大堆的模组，对，这个模组里面，有标准输出入的 file system， 在 file system 里面呢，有什么？有 read。read stream 啊之类的，然后 create read stream read 直接read file 和 read file sync 那 read file sync 呢，就是同步模式的 read file 是非同步模式，在 node 里面所有的函数几乎都有分同步和非同步模式只要跟输出有关的那这个 read file sync 这些东西怎么用呢？我这边给个范例，给个范例，这里 Node.js 的档案输出入，我先去引用标准函数库里面的 fs 这一个模组，然后呢读进来请注意我的 process.argv2 这代表说我打Node， 然后我的档案名称对不对？程式名称，接下来这个才是输入档名称。结果我把自己的程式当输入了，看懂吗？我把自己的程式当输入，所以它最后 console.log 印出来就是那个程式的内容。你也可以不要把自己程式当输入，你可以把另外一个档案当输入，那它印出来就会是那个档案的内容。但是要注意的是，你另外的一个档案一定要存在，否则它就找不到就失败。同样的，你也可以用来写入档案，像这边我这个程式做的事情就是做复制，所以这 copy file.js， 那它会把第一个参数的档案复制到第二个参数的档案里面，所以我把它 node copy file 然后 copyfile.js 这是第一个要被我复制的档案，就是他自己。然后呢，复制成 copyfile.js.bak， 最后你会看到你的资料夹里面有多了一个 .bak 档案出来，那就是复制的结果。那另外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叫 readline 的模组你可以用 require readline， 可以。各位如果曾经学过 C 语言，你应该有印象有一个叫 scanf 或 gets 这个可以用来做输入，对不对？这个就是 node 里面的 scanf 的东西但是它的做法很不一样，它是每次提示你要输入一个东西一行，然后每次有一行进来的时候每次有一行进来的时候，那它就会接受。那像这里这个一次读很多行的话会这样 readline.setPrompt 就是提示符号，然后呢 prompt 之后它就会显示那个提示符号，然后每次呢有你打进一行的时候，它就会你就可以用这个 function line 来接收你打进那一行，所以每次有人打进一行他就会呼叫这个函数，每次有人打进一行他就会呼叫这个函数。 OK， 那这个程式基本上我执行一次给大家看我从刚刚的最后讲的先做好，那我先执行这个程式给各位看我们把它放进来 New
哦，我应该是 saveless。哎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他不给我存。咦，这里好像有点怪怪的地方。Safe 和 Safeways 都不给我存。好，我的电脑好像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那我先把，怎么做？好，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解决了再跟各位讲，再示范给各位看。这里电脑好像重新安装之后，有点怪怪的。